要不我再考核一下，怎么听的？哎呦，他主动说，再挑战一次上次那个是吧？我绝对会让你满意。练了一晚上都没睡着，是吧？为了他的喜。快切碎了，快切碎了，感觉好紧张。紧张就对了，上台就是这种压迫感。感觉好丰富，哇哦！哇！这一次就比上一次好了，哎，这一次有惊喜了，还有刚刚那个技术技巧的旋转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不能骄傲，你每天要练习到，知不知道？恭喜你度过第二关。嗯，我还有第三关吧？对的呀，我看他平时经常出去打篮球。你到底打成啥子样子？我跟你说，啊，如果你打得好，我都不说你赢不赢我了。哎呀，你打得好，我觉得你平时练球是认了真的，就拥有你的这个球鞋的奖品。我们组织一下，反正周末我们打一场。我要和我们同学配合。好，约几个兄弟伙回来，约几个兄弟伙打电话给他们，好吧？嗯。哇，这个篮球场好帅啊。嗯，是还可以啊。你是不是爆开心啊？啊，怎么样，说说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们今天就加油好不好？哎，你今天叫的几个兄弟伙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打得好啊。真的啊？专业的啊。专业的，专业的啊。有两个是专业的，有两个是业余的。你准备咋分配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样子？对啊。你们五个打我一个，你们五个打我一个。那、哦、这样分配。不行，必须三五三。哦，你三五三就打不过、啊。我觉得三对三很公平，而且呢，输了，嗯，我都能输得光明点。嗯。一对五，听我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索索很矮，他的同学也不是会很高，打他们很轻松的，那强强想在儿子面前树立爸爸的这种高度啊。结果同学来的都比少杰高，同学都是1.8米以上的，是吧？哇，他们来了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好像有点错误了，来，他们好像都比你高了，是不是要高一点？没事，他们跟我一队的。完蛋了。嗨，兄弟们好，你们确定是跟小女儿一个年级的吗？确定是啊，一个班的呀。他们为什么齐刷刷的一样高呢？跟我一样高。来吧，没事，你发育的晚一点。对，是这样分的。哎呦，我们五个打他一个。好的。你回答的很快啊。来，同学们，我把这个服装纪念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来，先拿着，你们自己去分一下。你们去洗手间把装备换起啊。好嘞。哎呀，我几十年没打过篮球了，你们非要几十年没打过就没打过，根本就开始给自己找后路了。我几十年没打过篮球了。妹妹，等着我，亲一个，给爸爸加油。啊，我等着你。好，等着我。一点不惯着啊，都说实话。
好崩溃啊。明白呀，我到底洗头了。记住你说的话，今天你到底洗头洗定了。准备开始，自己扔完自己还得去捡去，来了，好电到，好多人呢。你好准哦、啊！他们同学很厉害。刚子接船，你压头了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哎呀！厉害、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你哦！我一个球都没进过。其实他爸也没真拦，其实他爸也真打不进。你的粉丝嗓子都吼哑了。哼，加油努力！嘿，李峰峰加油努力！哇，假转身！疼疼疼疼疼！好。好，美庆，美庆，小狗狗狗，弟弟二头啊，十二比零，对娃娃好，好厉害，我来踢球。自己抢篮板，接着投，接着再抢篮板，再投。他进不去呀、啊！他进不去，他应该平时也没有在打吧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妈妈笑得好开心。你都不看爸爸了？我不想看了，我不想看了。不想看了，已经。小雨儿直接不加油了。啊！又是你！哇！你的粉丝都已经不想看你了。头发，你的头发立起来！哇！他投的好准哦。OK， 到了，时间到了。粉丝都不想看了，粉丝说退票。好，我们第二小节维持为五分钟，准备开始。再放一个狠话，很公平的。我要要求加外援，确实打不下来。所说你不是喜欢三V三吗？那我们就三V三吧，派两个给我，一V五我的心愿，三V三你的心愿，我都达成了，对吧？小姐换规则了，这都挺会说的。来，哪个愿意帮助一下杰哥的？啊，老易你去。李景浩姐，好啊好啊，他怎么样？他们都不想去，不想当叛徒啊。你们都不愿意吗？就是子华嘛，不要。我说你给我安排一个。不要。三打三。三打三，来吧，你给我两个呗。就你们两个了。那我使出。啊，行吧。好不情愿。好，下半场正式开始。好球。
进第一个，可好？进了，进了，零的突破。哦，你八进了，你八进了，几比几啊？我进了，八进了，二比零了。我来上位，防守走。来，胖哥，他们不给你，我给你。好，你就给我喽。漂亮，来传给你，不可能第四。哎呀，哎呀。哦哟，哦，没有关系，四比二还能追回来。四比零，我感觉你这洗发水要提前准备呀，这。快点，快速，给我，给我，快点！我就不信了，快点！哦。没人传给他。张子琪，进！看你又投不进，你在那吼。还有十秒，十，进球，九，三秒，二。一，七，目前大比分一比一平。哦，一比一平了，再给你打一局。好，第三局回到一比五。一比五，来准备，该我发球了，来吧。今天这两支队伍啊，也是非常的有气势。哇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！耶！李博兰，站！小李儿，小李儿，哦。二比零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，一级号！哎，四比零，我要把你们逼平。胖哥，哎，这边，嘿，二三，哎，漂亮，好，四比二，哎呀，加油啊你们！我就不进，就不进了。我哪里走了？大卡步！三、二、一！啊！我赢了！哎，非常的失落，然后呢，也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会输。没跟小朋友们说好放水啊！怎么样？今天你感觉你自己打得怎么样？可以。我觉得还可以，我就觉得你还可以练得更准一点。嗯。
这次挑战非常成功哈，所以说爸爸回去你看到鞋没有？没有看到吧？鞋在门口。他提前已经买好了的，一双篮球鞋在门口。就今天完了我就送给你，这段时间我觉得都蛮不错，然后这次通过这个球鞋你悟出了什么事儿没有？没有，就是你想得到一件东西要他自己的努力啊。对了嘛，就是一件东西它不是那么容易得到。有多大我倒是多陪你打会儿。爸爸这个大的怎么样嘛？你觉得我还行。这是动作没那么好看的，但是你那个朋友动作也不好看啊，但他就投得进啊，好神奇啊哈！一双篮球鞋能够让我自己的儿子能够从中明白这么多道理哈，我觉得这双篮球鞋送的值。而且你们会看到这双篮球鞋，他会自己非常的爱惜，我敢打保证。